5月31日下午，张雨绮久违在微博分享了一组自己的六宫格游客照，还写道：“当游客，今天皮一下。”简单几个字已经将好心情展露无遗了。照片中，张雨绮扎着双马花辫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身穿蓝色条纹长袖上衣，搭配白色超短裤，脚踩白色运动鞋，站在绿油油的草地上，对着镜头比剪刀手，卖萌少女范十足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